大佬，你就买500块的肉啊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啊？你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。就这肉，我还不如会请你吃大餐。臭小子，姥姥做好了你别吃。姥姥，这肉都糊成这样，还怎么吃啊？姥姥给你做了在婚宴上才能吃到的菜嘞。姥姥，我看你弄得那么费劲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小子做出来能吃吗？哎，姥姥，你都忙了大半辈子了，就不能闲会吗？姥姥，你先把眼睛闭上，待会给你个惊喜。吃个饭啊，整什么惊喜啊？老婆，你拿着花干啥？姥姥，老爷给你写情书了。老婆，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有几句话一直憋在心里，也没有给你举办过婚礼，这些年了，辛苦你了。这是男人一辈子只能买一枚的第二钻戒，代表一生只能爱一人。我也做到了这辈子只爱你一人。让你吧，让你吧，让你吧。